清华大学113年校庆被人总结西吴已死，怎么回事啊？让我们看看都是哪七吴。您看，这就是网上的一些截图，被总结为无精气、无神采、无骨头、无气质、无文化、无朝气，最后还有一个无灵魂。您说咱们这个大学生高等学府怎么都变成这样？这整个队伍是东倒西歪，参差不齐，这表情呢是毫无朝气，充满了哀怨。难怪有人评价这像是农村的送葬部队。那您说他们脸上为什么他没有笑呢？整个就是一片暮气沉沉，如同日落西山。这些学生都怎么了？咱们这个大学是得了什么病了？